2009年12月28日开始 ，tvR 新闻台将进行分频，账号 CR Pro 播放嘅系 R1 新闻台提供国际同香港资讯，而账号 CR Pro 1播放嘅就系 RN2 新闻2台，主要播放澳门新闻同华南新闻。两个新闻频道一样精彩，即刻登上 tvrhk.coms.hk 或 youtube.com/CR Pro 或 youtube.com/CR Pro 1收睇。